10月13日，吴尊在深圳举办了自己的39岁生日会。当天，作为前组合成员兼好友的陈亦如推着蛋糕，唱着生日歌惊喜现身，为吴尊庆祝生日。生日会现场，吴尊与陈亦如一起合唱了经典歌曲《越来越爱》，引发了一波回忆杀，迅速将网友们的记忆拉回了多年前的飞轮海组合。吴尊表示，上一次唱这首歌还是2011年组合在东京合体的时候，之后的7年里都没有再唱过。吴尊还表示，自己在飞机上听飞轮海的歌，回忆起以前都忍不住流泪了。此次现身，吴尊也罕见的提前了当年退出组合的原因。吴尊表示，是因为自己没有时间，而不是外界所传言的与成员不和。当年由吴尊、陈亦如、炎亚纶以及王东城组成的飞轮海，是许多人的回忆，陪伴了大家的青春。2011年，吴尊选择了退团，这让许多网友感到遗憾。